撇折不要写太大，写的短一小一点。横起笔要轻，向右上方斜的，这个横要比上面的横长一点，左低右高，撇。注意撇的收笔不要超过这个横的起笔处，点稍微大一点，横长短有变化，这高低要错位。上面这块不要写太宽，两点，上面宽，下面窄，横左边探出去一点。注意这个。右部相对要齐一点，横画，左低右高，不要写得太长。撇在横画中间偏左起笔，横画。以这个横起笔轻的，左偏横撇，然后点你要靠下一点，高低错位。注意左边的话，这个横往上面斜，把空间往上面提了，这个横的间距啊几平相等，这个越宽裕，下面这部分整体要窄一点，不要写太宽。我们看一下左边上面这部分跟这个要蓝，这个草字头，对，往中间去写这两个竖画，上面宽下面窄，横画往上，这个往下，方向竖画要用垂露处。要垂直，横折，向右上方斜，横折钩，提按向下垂直行笔，勾出去。横画，这个高低要错位，粗细长短要变化。这个横间距几面相等，左边是斜上去的，右边是平的，一斜一正。横尽量往上面靠得近一点。竖钩在中间要垂直，点往上面靠。我们看一下这几里面有五个竖了笔画，外面两个竖直的，里面这两个竖是往中间斜的。这个竖钩的话也是垂直的，若。点往上面带，与下一个笔画相呼应，笔段一连，高低错位，都是往中间去的，横笔要短，左低高，撇短一点，由粗到细，横画向右上方斜行笔要长一点。下面口竖画有粗到细，向右下方斜，上宽下窄到梯形，横与横的间距相等，对这个宽窄要错位。